你知道你试过意吗？没什么事，我们先走了。说起来，我们是不是还没见家长？我想把章盖了。有样学样啊你。我这是好学。好，我爸妈在老家，等你放假了，带你回去见他们。好。可问题是，冬训过后你就要忙着准备比赛，你训练一直很忙，几乎没有时间见家长。盖个章1分钟都不用，加上来回的路程，我看1天就够了。陈清远，你是不是根本不了解见家长这件事情的威力啊？没事，你爸妈的脾气应该随你，好得很。什么叫我爸妈随我？啊，你随你爸妈，还有你脸上这个小肥肉，这些都是祖传的吗？沈清源，沈清源，你这个，沈清源，玩儿挺好啊。正好有话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你知道你试过意吗？没什么事，我们先走了。是真不知道，还是假装不知道，在这装傻呢？我看你这小女朋友也是逆来顺受的，挺辛苦。但是沈清源，你知道你对不起她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应该是前几年，你们俩……周月，编故事也要有点谱。我们认识还不到一年，我们走，看了路人心情就不好。走，你下午还有训练呢，对不对？走。是吗？是真的就认识不到一年吗？总结一下下午的训练，两个队环数基本持平，海雅队领先8环险胜。各自训练吧。啊。小沈，你复健回来，还得加强一下稳定性训练。离国家队选拔没有多长时间，明年的难关是一关接一关，你得全力以赴啊。你好好训练哦，我多给你拍点素材。你最近不是要拍杜琳峰的素材？拍你，拍你是长期工作吧？周队，这沈清源一回来就把他们给抄了，咽不下这口气。上回练和训练的周期考核让他们赢了，连海雅那几个吊车尾现在都昂着脖子走。我说咱们连胜了这么多天，上头一点表示都没有，现在沈清源一回来，领导还亲自去迎接他，这也太不公平了。不用着急，不是马上就到冬训的最终考核了吗？到时候有的是机会扬眉吐气。沈清源恢复这么快，咱们还没赢。队长，沈清源，我今天看了一个特别可爱的测试视频，你要看一下吗？我还听了几个特别好笑的段子，我跟你讲一下吧。周月说的是不是真的呀？你怎么还是想着他呀？你忘了，我们是东南锦标赛的时候认识的，这都能骗到你，傻瓜。
可你现在很紧张，你像警察一样审问我，我能自在吗？你不记得我了吗？难道这几年你就一点没有想起我来吗？ 听说你在射击领域获得过不少奖项，那么你进入海尔队之前过得怎么样呢？对了，那时候你在哪？永城，读高中的。哪个高中？高中嘛，就是一中，永城一中。你呢？玉英。 那也属于重点高中的，不过我们一个在城南，一个在城北啊。那为什么之前你一直问我记不记得你呢？因为我喜欢你啊，所以一直想认识你，但是事后才发现，并不喜欢被打扰。是吗？当然啊，你不相信我喜欢你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赶紧吃饭吧，晚上还有夜训呢。 你知道你试过意吗？是真不知道，还是假装不知道，在这装傻呢？你还记得第一次见我是什么时候吗？第一次见你不就是你跟我搭讪吗？那时候你还装作你认识我。快吃啊，菜都凉了。 你是想问，在你住院期间，我为什么去找唐鑫吗？你不用重复我的问题。我以为是什么事儿呢，沈清源同学。唐鑫的问题，你也应该知道吧？你们只聊了这个？那不然呢？你不会真的是在吃我的醋吧？ 放心吧，他来找我从来都是为了治好他自己，好和你一起走下去。嗯。